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在这个直角三角形 ABC 中，角 C 是90度了， BC 是等于6，若 tangent A 啊， tangent A 是等于3/4，也就是这个比这个的话呢是3/4，那是6的话，所以这应该是8，我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比这个就是3/4，这6/8/10。那他问说三角形 AB 的周长是6+8+10，这14嘛，14+10的话是24，所以周长是24了，我们用 S 好了，周长是24。